比特问卷。两个人都是23岁啊，同龄。嗯，你们两个人同龄啊，但不同类，就是你们的人生轨迹是不一样的。我不是说谁高谁低，只是境遇不同。你是追求生活品质的，因为你刚才说了一句话，品质高于生活，对吧？嗯。他是一直在苦苦生存的，他很厉害，就我觉得挺不容易的，挺棒的，就很厉害的，正儿八经的找工作，正儿八经的打拼，能做到今天，这是你奋斗的结果。但是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的方式，生活的模式，两种不同的生活的圈子。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就在于抓住还是放手。抓住是我爱你，但也是自私，你也承认你是自私，你上来你就说自己自私，一点也没有避讳。放手是无私，但也是爱，同样是爱，就看谁选择自私，谁选择无私。但是有一点，人生的选择自己做出的，用爱去绑架来的人生选择，最后一定会破裂的。你现在我知道你的内心很挣扎，学会让自己继续往前走，而不是束缚住别人，让他留在原地陪着你，你会变得很好的。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